是这样子的，就会小朋友的时候，然后慢慢就做了，然后就发现以前不觉得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现在突然发现都是障碍。有人在那个是同学那个带你去参的时候，你觉得说为什么我不能进去？因为要自己去很多地方，然后就特别感受到说，其实餐厅要买个饭啊，还是要先去吃个聚餐，其实都很困难。希望把好的餐厅、友善的餐厅，可能在公共空间上是友善的，那在服务态度上呢是非常好的。我们需要把这些餐厅的洞它抓出来、发掘出来。我们要无障碍餐厅。障碍餐厅，可是政府的脚步很慢，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先来推荐一些无障碍的餐厅，作为一个示范啊、那所以我们从2月开始谈，那我们也跟韩碧，还有跟交通大学的林同伟老师来谈，我们怎么样去训练我们的特派员啊、怎么样去做呈现。那也感谢这个交大的林同伟老师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新科技的这个 GPS 啊、让我们可以很方便的这个查。到了5月的时候，我们招训了一批我们身心障碍，我们的我爱无障碍餐厅的特派员都是身心障碍的朋友，因为只有身心障碍的朋友才能够真正的了解真正的需要啊，有很大部分都是这个轮椅使用者，然后也有一些是视觉障碍者。那我们的这个训练非常的严格哈，我们有2整天的训练，并且我们有一个访查表，这个访查表那就会让我们的特派员去从餐厅的特色，还有出入口、内部动线空间，还有柜台这个野餐区、桌椅、厕所、停车位，还有服务等等几个项目来做勾选那最重要，我们还会写。我们也会了解这个餐厅的价位，最重要的是特派员的话，就是他吃的觉得怎么样，他的感觉觉得怎么样，服务好不好。